好，这次东南亚服啊，它就是跟进了去年10月份在台服和国服里面的夜晚马戏团，是李恩的版本。也就是说，东南亚服是从2020年的2月，它出了日冕之后，直接跳过了射手村版本的夜晚马戏团。直接进入李恩版本的夜晚马戏团，然后这个版本也刚好是秋季版本的第一个版本，所以会迎来妖精部落的马车。啊，它这一次有126个印章，126，一共有14周，而且。从8月3号到11月15号，刚好也这么长。这是他们那些奖励，然后63天，第63个印章，也是第七跟最后一周都是 maximum growth potion，是那极限成长蜜啊，249的。然后是夜晚马戏团，夜晚马戏团跟去年国服台服是一样，它一共有好几个活动，它全部包括在那2张券里面，然后根据你的设计师等级，你可以去获得一些奖励啊，获得一些。技能，提升你的技能，然后还会开放一些设计师奖励的一些，去解锁一些内容，装备传授的，只能转4类道具，然后转移奇宠的，还有一些打猎和内容上的需要的一些技能，这些应该不会变。景点的话就是2个，以前是3个嘛，它现在就2选1，以前3选1，每周就选一次，一共有4周的，一共有5周时间，有5周的时间，一个是乘坐景点，乘坐景点就是发放经验值的，然后人间大炮就是你打怪的时候会发动这个。大炮，然后会瞬间掉落一些碎片，这碎片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道具。破冰就是一个拳击王，但是他要先达到300梦幻币，连集满币，然后再去打。然后潜水就是你领到潜水服网，在那里挂就行了。赞助庆典就是你要么给钱，要么你错过了以前的梦幻币，然后你要用顶券来弥补，就类似于通行证。凤凰车是141到199的一个活动，它比较适合于小孩，就有点像那个。极限成长庙一样，幸运转盘的是转3次，每天转3次，但是你如果失败就再等30分钟，然后你解锁那个保护区之后，它有一个防治损坏的马戏团舞台，然后你去试一下。在里面砸一下心智力，你15星完了之后，再等那个周日冒险岛。周日冒险岛15星有一个100%有一个活动，星光箱子从今天就已经开始，连续9天去打2000只怪物。
到最后是有城隍庙。当然，一开始其实应该是紧接着星光交响曲之后的一个补偿活动，因为他这还送了一些星光乐团里面的点装，这本应该就是在星光交响曲里面商店会买到。然后短中分是在81号，8月31号，8月31号也就是月底。8月31号其实那个活动也还没结束，马戏团还没有结束，也就是说从8月31号这一天，还有一周的时间可以跟马戏团的增益叠加起来，这时候比较适合打 boss。还是要做任务，先打怪，然后用记忆碎片来增加这个技能等级。然后第13，它每天是有基础奖励啊。第6天是个伤害皮肤，第13天是台风，最后一天是椅子。然后他如果打一些特定的 boss，他是有额外的记忆碎片，所以不仅仅是打2000只这么简单。什么都没做，也是9月7号，一共2周时间。其实这也什么都没做，我不建议用大号来领奖励，比较建议用小号，因为你小号的话，经验值会比较多一点，一口气可以升几级嘛，有时候1、2级也不错。然后周日冒险岛，周日冒险岛有一个。就第5周、第6周还有第7周比较有看点，然后热力其实是已经常驻了。热力的话，其实从今年以来一直每个周日都会有，然后系统更新就是神之子里的穿戒已经关闭，然后东南亚服它是210级到240级，每升5级都会有一个蓝字的公告，他现在把它去掉，还有它里面一些通知什么的。那等会就进游戏看一下这个马车，还有夜晚马戏团。好，先来看一下马车，它跟以前一样，它第一周是整容券，第二周是理发券，第3周是白雪人的一个披风，第4周是混染的选择权，要么是混发型，要么是混那个瞳。第5周极限成长必要，第6周是那个皮肤，第7周极限成长必要，第8周是那个奇宠，第9周是徽章选择权。
他要么是200个神秘徽章，要么是40个原初徽章。第十周是以往的一些时装，第11周是，成长庙交换券，最多到台风。12周伤害皮肤，选择券。它新增了那个折纸伤害皮肤。那倒数第二周是，也是混染券，混染券。最后一周是极限成长庙，所以它一共有2瓶这个极限成长庙。然后看一下。夜晚马戏团，Nitro in Rain，它是直接跳过了射手村的版本，进入到里恩版本的夜晚马戏团。他用的货币叫梦幻币，他这个梦幻币是有固定的上限，每天最多是150个。因为它是整个账号去计算，这300个，每天就是300个，再加上冰山。它是整个账号一起算，所以如果你一个号集了一半，另一个号也只能集一半。它有2个景点，一个是乘坐的，一个是人间大炮，一个是拿经验值的，一个是拿道具的。它2个都是打怪物，它是这里说是50次，但技能上面是不是写了30次？刚刚有人在讨论，就是它技能问题还是技能问题还是它公告写的问题？公告上写了50次，他这也写50次，但是他那个技能提取到是30次。你看，Riding a treasure end for the day will take 30 rides。刚刚写了50次。对，这个是。已经开启，就是你领了技能之后，就会有这个争议。
这个增益比较适合打 boss 用，然后你的设计师等级提升上来，设计师等级提升上来之后，就可以解锁这些技能，这技能就跟随在这里面，它好像分三个区，叫美食区、体验区。还有纪念品商店区，都是平常会用，平常打怪啊、刷怪和做内容会用的，用到。尤其是这个每日的，它其实它就加一个，就加一个球，那就出去打怪了。你接着任务之后就去打怪，然后把那个硬币集满。내 영역이야. 멸망의 검. 技能是自动的使用。지금부턴내영역이야好的，就自动发放奖经验是色一点，我每天可以发动50次，就这么每一次就4个亿，每一次就4个亿，而且这个东西在叠加。
一做完之后大概可以升200多个亿，200多个亿差不多就是5%了，所以说。所以，如果你坚持把这个做完的话，把54全部打满，是可以比较有效提升这个练级的效率，蛮多的。它这个增益跟这个级别的过程是独立开来的，如果你集满硬币的照样可以进行那个景点的技能。지금부터내영역이야지금부터내영역이야멸망의검역对，他那个争议结束了之后，他才会继续累积这个值。而且它是自动发动，这个集硬币的过程估计要集很久。大概就是从之前那个动态二重奏那样子，打3000只怪物左右吧。3000只怪物的效率我觉得
10几20分钟能够解决。集满这个就会给4.5亿的经验值，然后会附赠一个经验值的增益，一个就是现在是110%，就是额外给10%的经验值。取消它之后就直接进入到记那个蓄值的状态。지금부터는내영웅내영웅명한다내영역이야지금부터는내영역이야명한다돌아와라명한다现在好像发动了三次，差不多打了一千多只怪，然后现在才100多只，才100多个硬币。
好，先停一下，然后来看一下，然后看一下星光箱子这个活动，还是休彼得曼的里面的活动，它其实应该是延续星光叫上曲那东西，但是它只是。给礼物，它已经不算是星光交响曲里面的活动，它只是一个延续。就每天点击这个按钮之后要打2000只等级附近怪物，一共有9天，然后做完之后就直接领取奖励，就非常直接的。还有个冰山，冰山是要集满硬币才能去。这也就是，这是那技能的窗口，他要达到1800才可以升级，1800，这要加上冰山吗？如果不加上冰山，那就是6天，6天后去升级，差不多也1周1级了。지금부터는 내 영역이야. 멸망의 검. 내 영역이야.
그때의 힘을. 가라. 지금부터는 내 영역이야. 지금부터는 내 영역이야. 멸망의 검이여. 명한다. 打一半，157。 原来他那个飞行怪一出的时候，就会卡一阵子。 지금부터 내 영역이야. 가라, 명한다. 지금부터는 내 영역이야. 멸망의 검이여. 지금부터는 내 영역이야. 좀 더 힘이 필요해. 지금부터 내 영역이야.
157，然后怎么样？지금부터내영역이야还有500只怪명한다피어나라명한다멸망의검지금부터내영역이야지금부터내영역이야지금부터내영역이야명한다가라네非常点不下来了吗？就这么完成之后再来点击就直接拿到礼物密特拉的上面禁止箱子它是能够用四次的话刚好就是28天刚好28天这么完成这么绕一圈明天就是帽子然后我们就徽章
然后再绕一圈，特种兵勋章、制服、捷运长的庙、黑色魔方，然后指挥棒是个武器，最后是个长老庙，长老庙。啊，打了这么多的怪物，现在才185个。暂时不开启。右边的话，这要达到一定等级才开放。变成潜水。潜水是要达到。达到更高的设计师等级才能开放。然后这个是赞助，要给他2亿金币。冰山，一定要打满硬币才能够去。再打满硬币，然后再还要再打更多的怪物才行。打多少？很有可能要打1万只，这么久的话。돌아와라지금부터내영명한다명한다피어나라
지금부터 내 영역이 멸망의 검. 지금부터 내 영역이다. 피어나. 돌아와라. 지금부터 내 영역 지금부터 내 영역을 지금부터 내 영역이야. 명한다. 지금부터 내 영역 멸망의 검. 블로썸. 지금부터 내 영역이
지금부터 내 영웅. 멸망의 검. 저기 나. 지금부터 내 영역이야. 멸망의 검. 지금부터 내 영역. 명한다. 불렀다. 277. 还有23个。 지금부터 내 영역으로. 멸망의 검. 지금부터는 내 영역이야. 돌아와라. 돌아와라. 불렀다. 지금부터 내 영역이야. 종이 가네. 종이 가네.
多久过来？好像差不多1小时左右。然后来看一个冰山，冰山这就打桩。지금부터내영역이야명한다명한다가라명한다명한다지금부터내영역가라좀더힘이필요해명한다명한다멸망의검열가라지금부터는내영역을후회하도록해가라돌아와불로썩저주의나지금부터내영역지금부터내영역가라돌아와라멸망의카운터好，看一下。对，它算进去。如果是每天450的话，这个速度可以再快一点，4天解决了。
啊，那这样的话，目前可以看的就是就这么多。然后这边是有一些送的，这也是每个版本都有，开始都有送了一些奖励，它其实就是双倍净值券、掉落率券加简单型设备徽章加荣誉勋章，这个就是上个版本里面就是上传一张冰淇淋的照片。上传一张冰淇淋的照片，然后这个版本发送了一个椅子。这个外面去看，打猎的过程真的很漫长，就这么一个椅子。但是的话，你打完了硬币，并不代表那个景点技能用完了。那其实还有次数，还有50次。那50次是要打很久，大概一次是要打500只怪，500只怪。500只怪发动50次，那就1万多只，很多了。目前能够看的就这么多，然后把马车切一下，那就只能看到这样。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不修复这个。然后星光交响曲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它的商店还在，会持续到本周末，所以尽快的把东西买掉。那就这样子，先看到这儿。